了，人生途中的事儿远，是用毅力摆出万难，长起那慈悲爱的风帆，是用毅力卷脚方便启动那母爱救生的慈正知正见，利用时间生命来开阔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。生命要宽阔，要有深度，也要看看我们能不能有觉悟啊，觉悟了后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价值。有价值的人生啊，互为彼此的生命中的贵人，这样的人世间呢，才是真有福。天长地久，在时间上可以成就一切，它可以成就造福人群的福，那也可以造就呢破坏人世间呐、啊。不管是山河大地人命等等，也是时间在累积。不管人在哪里的空间，总是呢有共业共福业啊，那就是社会祥和；共恶业呢，那社会纷乱啊，天灾偏多，人祸呢频传，这都是共恶业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能有觉悟，就要赶快
坏呢？把握时间。在45年前呐、就是凭了这一念导师的教导，为佛教，为众生，但愿未来众生一定要推广佛陀的教法。佛陀乃是宇宙的大觉者，但愿佛法能更广更空，能推动在全球每个空间啊，都能得闻佛法，人与人之间都能应用佛法在生活中。但愿人人接受到了佛法，都能发心立愿，成为人间菩萨，能拯救众生，这都是为佛教，为众生。